百年前的八月，一个世纪伟人诞生在中国大地上。今天，我们燃起瓣瓣馨香，满怀崇敬之情聚集在这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风华岁月，静静沉思为了我们共同走过的日子，默默怀想为了一个不能忘却的时代，春潮鼓荡为了见证中华民族腾飞的宏愿，捧起阳光为了我们正在宣读的未来，烽火岁月戎马生涯铸就了他钢铁般的意志，飒飒雄风坎坷征途赋予他博大的胸怀，从渠江扬子江到浩瀚的大海，他拥有了海的豪迈，从太行山大别山到喜马拉雅山，他飞扬着山的气派。我是个军人，我的专业是打仗。是正在说话交友馆，我们有挺进到大别
胜利的旗帜迎风飘扬，看胜利的信号飞扬四方，嘿嘿，百万的大军向前进攻，那蒋家王朝封建和独裁就要灭亡，嘿，我们可爱的祖国呀，祖国从今要打破那专制枷锁，嘿嘿，建立民主和自由新的中国。建国初期，小平同志主政西南，贯彻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指示。小平同志在回复毛主席的电报里说，十八军一周内进藏。
冲破硝烟，共和国的诞生点燃他生命的火焰，脚踏实地，共和国的成长赋予他历史的重任。风起云涌，共和国的岁月引发了他凝重的思索。正本清源，共和国的未来召唤着他做出果断的抉择。拨乱反正，他带领中国人民杀出一条血路。改革开放，他为时代之船扬起风帆。田野充满希望，大地生机盎然。26年后的今天，他描绘的蓝图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心间了。而这一切也许就开始于那个年代的风风雨雨，就开始在那条小路上的浮想联翩。从中南海到南昌远郊，你一双军用胶鞋踏出一条坚硬的小道，可是枯藤和野草却不明白，你那双总揽天下风云的手怎么会终日握着榔头、锯子和锉刀。小道渗进你汗里的盐和身上的铁屑，红色泥土也像血液一样奔腾燃烧。小道数着你的脚印，抬头看见了云起云飞，落潮涨潮。在监管中，你必须承受艰辛的改造。种豆为了秋天得豆，劈柴为了冬日燃烧。一颗滴血的心分成了几半，一半给高位截瘫的儿子，为他翻身擦背洗澡，让他的意志站起来；一半给远方漂泊的女儿，你把所有攒起的钱都买了车票，才有短暂的团聚，让他们读懂离离原上草。可你也曾经含泪带笑啊，喝着外孙女新生命的第一声啼叫。有一天，70岁的你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多亏救难的拖拉机突突突地连动你的心跳，女工用最后的白糖水温润了你的生命，你又刻骨铭心地记住了人民乳汁的味道。你必须活着，熬着，走着，蓄势待发。你有更重要的使命，让天下公有的日子用足够的蜜糖酿造。你三次面对错判、监管甚至断粮的风暴，这不是三起三落，而是真正的三落三起。你说你可以获得东山再起的奥林匹克奖，是啊，没有铮铮铁骨怎能历经磨难和煅烧。你坎坷而伟大的人生小道啊，邓小平小道，你从这里走过，走出了苦难的人生隧道，
你生经四座联合国，你力促发展定邦交，你呼唤回归濠江岸，你相邀春风罗湖桥，你为真理的讨论拨云托日，你给小岗村金钥匙，让天下百姓收获富饶。你把封死的高校之门为学子打开，你为老同志的解放逆风呼号。也许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那石破天惊的大构思早就萌动于这条南昌远郊的小道。南昌远郊的小道啊，邓小平小道，几度春风，是否还是旧时风貌？让我们相约到那里去寻找人生的真谛吧，让我们再深情地说一声小平你好，小平你好。Thank you.
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的崛起座座成，奇迹般的聚集座座金山。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啊中国，啊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春天的故事，春天的故事。
新国，科技强国，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几代领导同志共同的夙愿。小平同志曾斩钉截铁地断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用高新的科技武装我们。
从此饮河不再游。神州昂首，托起一天朝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三军将士，英雄意气风发，科技强军，拓开精兵之路，跨越发展，不负锦绣中华，请你检阅我们枕戈待旦，人民子弟兵只待一声令下。同志们好，同志们，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谋。心不放。
小平同志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大事儿要去管，要去做。可是生活当中啊，他依然关心着每一个人。咱们就说一件小事儿吧。小平同志的院子里啊，种了好几棵樱桃树。每年到樱桃熟了的时候，他都亲自和孩子们一颗一颗地从树上往下摘，然后分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几颗分给你，几颗分给他。慈祥的老人每年还都嘱咐孩子们说，不要把果实都采光，就留一些樱桃啊，让它那么挂在树上，让小鸟来和咱们一起品尝这丰收的甘甜。
心查看，吹过天的风，请不要把樱桃摇落，要让收获的喜悦映红孩子们的笑。一轮太阳，你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你生
人，上至金时候，
你满怀深情追向高脚，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怀真情聚集在这里，纪念一位伟人的百年岁月，颂扬一个民族的世纪崛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很长很长，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使命很重很重，我们的事业薪火相传，走进了新的时代，情系人民，开拓进取，豪情满怀，共同创造光辉灿烂的未来。Thank you.
铮铮一帆船。众志成城，与时俱进，紧密的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